パンでもみんな踊りを踊っているよ。お鍋の中からインチキおじさんどうぞ。いつだって忘れないエジソンは偉い人。そんなの常識だったから、リラ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おへそがちらりだったからリラ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踊るポポリ早上好，我载你一程。嗯，花轮同学，你真是帮了我大忙了。最近从被窝里出来还真是费劲。那是为什么？你一睁眼屋里就暖洋洋的，怎么会理解我的苦恼？花轮同学真幸福，家里那么暖和，又有这么好的车送你上学，这车又大又软，还能在车里睡个回笼觉。茵茵同学，好羡慕啊，能坐着这样的车去各种地方。虽然我们家也有车，但从不去旅行，真想坐着这样的车去哪儿看看。那下次一起坐车去兜风吧。咦，真的吗？告诉我你有什么想去的地方吗？这样啊，机会难得，还是想去远一点的地方看看，比方说下雪的地方。你想去下雪的地方？我想在冰雪的世界里随心所欲地玩个痛快，因为清水根本不会下雪。那好，我们就坐车去看雪景吧。好哎，坐车去看雪景喽。秀大叔，可以吗？当然可以，少爷。好哎，好哎。坐车去看雪，小玉一起去吧。坐车兜风哎，好像很好玩。啊，对了，昨天的电视连续剧你看了吗？男女主人公就是那样坐车出去兜风，然后就私奔了。看了看了，我也吓了一跳，后面的情节会怎么发展呢？像他们俩那样私奔的话，真的会得到幸福吗？你在说什么呀，茵茵同学？美环同学，两个彼此相爱的人一起私奔，那一定会很幸福的呀。是吗？当然了，爱就是一切。要是我能和花轮同学私奔的话，哟，姑娘们。花轮同学，就算你到天涯海角，我也会追随着你的。你在说什么呀？茵同学，坐车兜风就定在这个周末，怎么样？好啊，小玉也去吧。等等，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们要坐花轮同学家的车出去兜风。坐车兜风？茵同学，过来。茵同学，你到底背着我做了什么事情啊？没什么呀。你该不会是要和花轮同学一起私奔了吧？怎么会呢？小玉也一起去的。美环同学，你也会去吧？我当然是要一起去啦。花轮同学，我非常荣幸能跟你们一起去坐车兜风。我也很期待。要去兜风那天怎么样，妈妈？这身打扮很适合你啊。花轮同学，你要等着我哦。我走啦。阿玛丽丽丝，我要出门了。阿玛丽丽丝，你怎么了？你好像没精神啊。阿玛丽丽丝，你不要紧吧？妈妈，怎么了，花子？阿玛丽丽丝好像不太舒服。哎呀，可不是嘛，他这是怎么了？还是送他去医院看看比较好。是啊，哎呀，花子，你要迟到了。是。你快去吧，妈妈会带阿玛丽丽丝去医院看病的。阿玛丽丽丝，
你是不是不舍得我走啊？怎么办？但是和华伦同学去兜风，华伦同学，华伦同学呀，他在等着我呢，我一定要走的。原谅我吧，阿玛莉莉丝，我说什么也要跟他去兜风。妈妈，阿玛莉莉丝就交给你了。我走了，路上小心。互通有无。无欲则刚，小丸子接的真好，我接刚正不阿。美欢同学，说到阿了。美欢同学，阿是吧？阿玛莉莉丝，美环同学，我看我们还是稍稍休息一会儿吧。他们俩还没从医院回来吗？怎么办呢？要不要回去看一下呀？美环同学，你怎么了？怎么看上去无精打采的？是不是身体不好？你哪里不舒服了吗？没有不舒服呀。是吗？没有不舒服就好。来，拿着。是给我的吗？这是什么呀？这是特制的柠檬茶，喝了这个你就会有精神了。谢谢你了。乌拉拉，乌拉拉，乌拉乌拉嘞！看呐，多像电视剧里的那两个人，真的很像。你们在说什么呀？我们在看一部电视剧，里面有一对情侣开车私奔了。他们俩会不会也是私奔出来的呀？不可能。花轮同学，怎么了？如果让你选在情人和家人之间，你会选哪个？美环同学。在情人和家人之间，我没法选择。自己喜欢的人固然很重要，但是家人也很重要。花轮同学说的还真不错。对我而言，没有什么比家人更重要了。说得好啊。美环同学，你没事吧？对呀，家人也很重要，可是我却为了自己喜欢的人丢下了像亲人一样的阿玛莉莉丝。阿玛莉莉丝。这会上瘾的。小丸子真是的。我们来打雪仗吧。真拿你们两个没办法呀。美环同学，来打雪仗吧。美环同学，你没事吧？你怎么比刚才更加没精打采了呢？就是嘛，明明和花轮同学在一起还这么没精神，是不是身体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啊？你是不舒服了吗？没有没有，才没有那回事。花轮同学扔得太不准了。我怎么忍心打女孩子呢？这样玩太没劲了，我可是认真的哟。看招，这怎么可能打得中嘛。抱歉抱歉，没有把你打疼吧。这边这边。别跑，等等我。阿玛莉莉丝。美环同学，不要紧吧？美环同学，你是不是哪里受伤了呀？都怪我不好，你原谅我吧。阿玛莉莉丝，我对不起你。阿玛莉莉丝，发生什么事了？阿玛莉莉丝，
大概还在医院里吧。怎么办？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呀？大概该不会是死了吧？阿玛丽丽斯，我对不起你啊，请你原谅我吧，阿玛丽丽斯。美环同学，你要振作一点啊。孩子们，你们好，回来的真早啊。阿玛丽丽斯，阿姨好。阿玛丽丽斯是不是已经不要紧了？啊，医生说阿玛丽丽斯只是肠胃不太好，好好休息一下就会没事的。真的吗，妈妈？嗯，阿玛丽丽斯一定是觉得不安了吧？真对不起啊，美环同学，这太好了。早上好，小姐。阿玛丽丽斯的身体好点了吗？嗯，还是没有好转吗？花轮同学，您生我的气了吧？哎，难得一起乘车兜风，全让我给搞砸了。不不，宠物也是家庭成员，会担心宠物是人之常情吗？啊，真的？啊，花轮同学，花轮同学这次对美环同学可真温柔啊。说的是啊，看来花轮同学是吃软不吃硬啊。美环同学要是能含蓄点，说不定真能赢得好感呢。有可能。下次就我们俩乘车兜风好吗？好吗？再说吧。看来他是改不了了。小丸子和小玉的期望落空了，美环同学还是像往常一样穷追不舍。嗓子怎么突然哑了？早上好，丸子。我刚才还在想你是不是又赖床了，正打算过去叫你呢。他还没醒透呢。快快去把衣服换了，过来吃早饭，就要迟到了。我知道了。你的嗓子怎么哑成这样？哎呀，怎么样啊？好像并没有发烧啊。昨天晚上睡觉前他的嗓子还是正常的。啊，丸子的嗓子突然哑了，难道说是开始变声了？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女生是不会变声的。这也许是感冒的前兆吧。还是小心点好，今天别去上学了。就是感冒刚开始的时候要格外小心。可以吗？没有发烧就请假？你都哑成这样了，你给我老实点儿，今天乖乖的待在家里，不许动。那么我先去上学了。啊，姐姐，等一等。嗯，学校午餐里的布丁，你能帮我领一下，然后带回来吗？要赶在小山之前拿到，要不会被他吃掉的。好嘞，小英的那个布丁归我了。哼，你给我等一下。你是谁？啊，那个人不是小丸子的姐姐吗？那个布丁，你休想吃掉它！才不呢！为什么非要做这事啊？我还以为你这么拼命，想说什么要紧事儿呢。可是我盼着吃地铁午餐的这份布丁，已经盼了很久了。我才不管呢！我走了。路上小心。对了，我得给学校打个电话。等等，真是的。切，大家根本就不了解我到底有多期待今天午餐里的这份布丁。对我来说，布丁就是学校午餐世界里的百惠小姐。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应该就是很喜欢的意思吧。不过我能在大家都去上学的时候再睡一个回笼觉。不被任何人打扰，在被窝里美美的睡一觉。现在的我就像被窝王国里的公主一样。被窝王国里的公主又是什么玩意儿？想睡多久就睡多久，用回笼觉来安抚我没有吃到布丁的心吧。对了，我就是那个被窝王国里的最喜欢吃布丁的可爱公主，被窝布丁公主呀，被窝布丁。还有主题歌啊。不行，一点都不想睡，真是太奇怪了。我还以为可以睡个够呢，没想到一兴奋反倒睡不着了。
没想到，人本来就是这样的。被我不点公主呀，就是这样，在被子里翻来覆去，真是无聊。这声音是。恰恰哒恰啦啦啦哒啦啊啊啊！对，答得好，杀！哎呦，丸子啊，你不是在睡觉吗？嗯，是这样啊，那就跟爷爷一块看古装片吧。嗯，啊？恰恰哒哒哒啦啦哒啦。是什么呀？恰恰怎么出什么事了吗？明白了，你是在学清江三奈。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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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到两旁的绿树。笨蛋，我给你请了假，让你在家好好休息，你在干什么？从没听到过这么迷人的沙哑嗓音，不学清江三奈怎么行？什么迷人的沙哑嗓音呢？这根本就是感冒时候的嘶哑嗓音。好讨厌，你就不能把事情往积极的方面想一下吗？真是的，你还真是个会耍贫嘴的孩子。不管怎么说，你今天要好好的保护嗓子，给我安静点，明白吗？那等我学完了三进一以后。你要学三进一呀、啊、丸子。知道了，我会的，我会闭嘴的。再这么喊下去，我的嗓子都快哑了，真是的。肚子有点饿了，快到吃午饭的时间了吧。好嘞，就让妈妈做牛肉汉堡给我吃。哎呀，小丸子怎么了？答应过妈妈不说话的，那就用肢体语言先告诉妈妈我肚子饿了。你说肚子？做牛肉汉堡给我吃。这样啊，午饭的时候吃对吧？我知道了，我这就做，你回屋里等着吧。太好了，真不愧是我妈妈，但是我的肢体语言也很完美哦。牛肉汉堡，牛肉汉堡。怎么会是粥？小丸子一比划，妈妈马上就明白了，你是说肚子有一点疼，所以想喝这样一碗热腾腾的粥，对吧？什么呀？是吗？丸子想喝粥了。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喝粥最好不过了，喝粥对嗓子好，不过粥还很烫，要小心点，得呼呼吹了再喝。好，我知道了，我喝就是了。爸爸，不过话说回来了，妈妈做的炒饭真好吃。可不是嘛，我也刚想这么说来着。你们觉得好吃吗？太好了。切，要不是我多事，我也能和大家一样吃炒饭了。好咸，总觉得没吃饱啊。算了，还是睡觉吧。这会儿终于有点困了，希望至少在梦里我吃到一点好吃的东西。再来一个牛肉汉堡。这是今天上课的讲义。谢谢你们，还特地送过来。小丸子他怎么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只是感冒刚刚开始，嗓子有点儿。是这样啊。小玉，莲子，小丸子，你声音好怪啊，不要紧吧？只是声音怪了点，其他没什么不舒服的。别说了，小丸子。不要紧的，妈妈，你就让我和小玉、莲子说几句话吧，好吗？好吗？求你了。真拿你没办法，那只能说一小会儿啊。能行吗？还是不要勉强自己的好。我没有勉强自己，真的只有嗓子不好。我一直想跟人说话，但妈妈总让我乖乖的一句话也不要说，我都快疯了。是这样啊，幸好不是大病，太好了。听着听着。听什么？晚上好，我是孙静一。
啊！简直一模一样！像吧像吧，在学校里表演的话，大家都会笑翻的。真的？可那个时候嗓子好了就学不像了，只有你们两个能听到这么珍贵的模仿秀哦。是吗？这么说来，我们还真幸运。我亲爱的母亲，亲爱的母亲，抬头望着天空，天空上扬。你这么有精神，我们也放心了。小丸子，差不多了。小玉、年子，今天真是太谢谢你们了。不用谢。那好，小丸子，你当心身体。那我们就不打扰了。你们刚才聊得好开心呢，是在说学校里的事吗？还真不能告诉妈妈，那是因为你在学森进一。给。今天早上你不是吵着要布丁布丁的吗？这个容易咽，嗓子不会疼，我就做了这个。妈妈在我的眼里就像观音菩萨一样。哎呀，我明明想说谢谢的，怎么发不出声音了？你这是怎么了？我要开始吃了。糟了，越来越发不出声音了。难道是刚才模仿森进一太投入了？怎么会这样？我看看怎么搞的，你的喉咙那么红。不对，待会儿再吃。越来越发不出声音的小丸子最后还是被妈妈带着去看了医生。不对，小丸子接二连三的遭遇不幸，而且每次都会出现鬼脸面具，这该不会是鬼的诅咒吧？什么呀，不可能！还是看看百惠小姐的电影换换心情吧。下一集樱桃小丸子讲的是你背后有鬼和小丸子想熬夜，敬请期待哟。